女性救星。经痛按这里立即解决腹闷、腰酸和头痛。腹部止痛按摩法。腹部疼痛可能是因为子宫收缩而产生一阵一阵的疼痛感，或是因血液淤积导致腹部闷胀，此次推揉或按摩腹部能减少疼痛，但如果疼痛非常剧烈，建议立刻就医。气海穴，肚脐正下方 1.5 寸约两指幅宽，找到穴位后按揉3至5分钟。关元穴，肚脐正下方3寸处，即气海穴，再往下2指幅宽，找到穴位后按揉3至5分钟。头部止痛按摩法。有一部分女性通常经期来时，太阳穴附近会有抽痛感或是昏痛，严重时甚至发生恶心呕吐的情形。太阳穴位于前额头的两侧，外眼角线与眉线往外延伸约1寸之3角点凹陷处，找到穴位后以拇指关节按压约3至5分钟。帅骨穴，在耳朵最高点直上接近发际处 1.5 寸，找到穴位后，以掌根按摩3至5分钟。腰部止痛按摩法。经血疏通不顺畅时，除了经痛外，也会伴随住腰酸腰痛的情况，只要透过按摩理筋通络，便能补益肾气，改善腰部不适。阿是穴，所谓的阿是穴并不是指一个特别的穴位，而是当按压之后有痛热或肿胀的感觉即是。欲缓解腰痛症状，可按压腰部两侧最痛的部位，以手指按揉3至5分钟，即可疏通气血，放松肌肉。大肠俞穴位于腰部先桡骨盆上缘，平移至腰椎凹陷处，其上椎即为第四腰椎，再排开各 1.5 寸，并按压3至5分钟。背部止痛按摩法。平常背脊肌肉已有紧绷现象的人，当月经来时子宫收缩，由下腹部延伸至后背的疼痛，会使原本疼痛更剧烈。巨骨穴，手指沿住后背肩胛骨上缘内侧往外侧推移至锁骨交接处的凹陷处即是巨骨穴，按压3至5分钟。胸部止痛按摩法。
许多女性在月经时，乳房会有胀痛的情形，可能发生在两侧或单边，疼痛感有时也会传到腋下附近。列缺穴，位于手腕，靠近大拇指外侧，循外横纹向上 1.5 寸桡骨凹陷处，手指按压3-5分钟。腹部止痛按摩法，腹部疼痛可能是因为子宫收缩而产生一阵一阵的疼痛感，或是因血液淤积导致腹部闷胀，此次推揉或按摩腹部能减少疼痛，但如果疼痛非常剧烈，建议立刻就医。气海穴，肚脐正下方 1.5 寸约两指幅宽，找到穴位后按揉3-5分钟。关元穴，肚脐正下方3寸处，即气海穴，再往下2指幅宽，找到穴位后按揉3-5分钟。头部止痛按摩法，有一部分女性通常经期来时，太阳穴附近会有抽痛感或是昏痛，严重时甚至发生恶心呕吐的情形。太阳穴位于前额头的两侧，外眼角线与眉线往外延伸约1寸之3角点凹陷处，找到穴位后以拇指关节按压约3-5分钟。帅骨穴，在耳朵最高点直上接近发际处 1.5 寸，找到穴位后以掌根按摩3-5分钟。腰部止痛按摩法，经血疏通不顺畅时，除了经痛外，也会伴随住腰酸腰痛的情况，只要透过按摩理筋通络，便能补益肾气，改善腰部不适。阿是穴，所谓的阿是穴并不是指一个特别的穴位，而是当按压之后有痛热或肿胀的感觉即是。欲缓解腰痛症状，可按压腰部两侧最痛的部位，以手指按揉3-5分钟，即可疏通气血，放松肌肉。大肠俞穴，位于腰部先桡骨盆上缘，平移至腰椎凹陷处，其上椎即为第四腰椎，再排开各 1.5 寸，并按压3-5分钟。背部止痛按摩法，平常背脊肌肉已有紧绷现象的人，当月经来时子宫收缩，由下腹部延伸至后背的疼痛，会使原本疼痛更剧烈。巨骨穴，手指沿住后背肩胛骨上缘内侧往外侧推移至锁骨交接处的凹陷处，即是巨骨穴，按压3-5分钟。
胸部止痛按摩法。许多女性在月经时，乳房会有胀痛的情形，可能发生在两侧或单边，疼痛感有时也会传到腋下附近。列缺穴，位于手腕，靠近大拇指外侧，循外横纹向上 1.5 寸桡骨凹陷处，手指按压3至5分钟。